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鬼，我正在风和日丽的洛杉矶。大家看到我后面这栋豪宅了吗？猜猜看我在哪一家的训练基地，跟我来，马上揭晓。快偷偷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豪宅一直是我个人的一个私人梦想，好想住在这个地方啊。马上就要知道这是谁的训练基地咯。正在训练啊，快看，哒啦，精神大旗杭州闪电队。保持肃静，这里是教练跟分析师的区域，我们先不打扰，快走。这里呢就是储备粮食区，有没有看到肥宅快乐水，还有这些粮食。这两位是我们的做菜的阿姨。Hello, 阿姨你们好。Hello, 你们好。包的，我来就是经常给你们做水煎包啊，还有炸薯条，法式的薯条。哇。哎，对，烤鸡翅啊，对，还有做咖喱鸡，反正就是冰箱每天都是很满很满的东西。哦，下一个地方是哪里呢？这里应该就是管理层的房间了吧。大家好，我是杭州 Spark 的 GM 大波赛。是的，再来这一位。大家好，我是 Spark 的领队靖远。没错，这是我们杭州闪电队我们管理以及领队的房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间是什么地方。有一种开宝箱的感觉，蛮有趣的。选手的休息室，他们放衣服的地方，也是一个衣帽间，大到还放不完。这边我们刚刚漏掉这一间是选手这住这边的四位选手所使用的淋浴间。哦，别有洞天啊。哦，这里是秘密花园，每个人都梦想家里后面一定要有的地方。这是篮球场吗？这是游泳池吗？哇，太棒了吧。世界赛之后，我跟你好像也有几个月没见了，想你，抱一下，抱一下，真的，我是真发自内心想他，好吗？对啊，如果我不认识你，不知道我会以为就是你们大家好像都是就是认识非常久的朋友一样，你们都没有语言隔阂吗？因为我觉得你们感情都好好的感觉。老天啊，为了英语隔阂，现在就要目标当好了啊，目标，卡掉，卡掉。英语真的吗？英语有进步。我给你们偷偷爆料啊，世界杯的时候最上镜，就是每天在问我怎么英语怎么说的，就是古雪。所以刚刚你看，我刚刚忍不住爆他，就真的很喜欢他，就是一直希望自己的英语可以进步。所以我一直很相信古雪来美国快一个月，应该有学到很多。我们现在就请古雪来跟我进行英文对话。开玩笑。Hello。今天是我们的 No Smile 的生日，对吗？No. 哇，我看我都饿了。Bye. 哭了。我要吃。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完杭州闪电队的训练基地啦。相信在我们管理层非常用心的安排以及照料之下，我们选手都获得了完善的照顾，还有所有的资源都可以非常专心的在训练上面。那么我们就祝福他们在未来的赛场上面一路顺利啦，大家再见。